们开始了哈。然后我们收到货的时候是三个部分，然后这个是主机部分，这个是放料部分，然后这个是收料部分。然后现在我们然后收到之后先接气，把气接起来，气管在这边直接插进去就好了。好，空气，好，开气，然后气。航空插头吧，好，航空插头给它旋上去，旋起，好，还另外一边的，这是放料的，还旋起。好，先收量，然后再插头，插头直接插上它那边的，就是它的这个插头直接插上排插就可以了，就是220伏的电吧，我们是单线220嘛。对。好，对。哦，然后现在可以开始开机，打开这个开关。机器启动，然后开始放卷。看一下这个发泡垫面的方向，这样发上去，然后旋起。这边这个地方翻过来，好，沿着沉机器这里翻过去，这样，好，然后过去了，拉一下，然后到拖卷，从下方把它弄亮，然后到这边拖卷，好，我们这一节是不是其实可以刚开始先冲，然后再到那边去收也可以，对不对？对，也是可以的，那现在可以先这样。用胶带胶起来，有带哈。然后开始开机，按启动按钮。
显示屏是这样子，好，然后调整。来，你调。这种一号的话就是打这种小盖子的。啊。一号，然后二号的话是另一种。如果打大盖子的话，切换成就是二，就是打这种大盖子，小盖子就切换成一小盖子。嗯。然后调制画面，调制画面，这个要发奖吗？这个画面都要用英文的。哦，有。大家都要导入英文版本。有。然后设置的话就是这种一号，这种一号的话就是打那种小盖子的长度嘛。然后那个二号的话是打大概子的铝箔的长度。嗯。这种继续说。然后剔除这种吹气的话，如果感觉就是说吹气的话，那个太那个吹的太慢的话，你可以搞延迟，一个是吹气延迟，还有一个滑道吹气的那种延迟，还有一个正端吹气延迟。然后四五冲脉的话就是调长度的，一号机的长度和二号机的长度。然后这种是切换成英文的，这个我会很麻烦。嗯，你把这个中英文切换的这个地方再点一下啊，切换成英文版本的啊，对，好，然后继续下一步啊，啊，调整都可以。嗯，啊，这边是这种长度的。嗯，然后主页面，然后切换回来。啊。然后开机的话，打这种小盖子的话，小盖子的开机的话，啊、要先按这个锁个剔除，不然它会有一个不良品，中心口是没冲进去的。哦，就是大盖子不要，大盖子不用，因为它没有那个中心口。啊，待会放模的时候重新再拍一个视频砖。哦，现在基本上要调整的就这些，是吧？对。哦，行，那就开始再转一下启动。对。哦，对。可以了，先滑到这边调好了，然后呢，我们现在开始下一步动作。对。然后把这个整组的模具直接放上来。嗯，看一下方向，就原来拆下来的这四个螺丝这个地方对准。要靠这个边是吧？靠这边啊，对。哦，这个边是吧？对，要靠这个边边。啊、哦，要靠住这两边哈，这边一个边，这边一边一个边，就是都要靠紧，这个位置有限位的部分。你要把螺丝锁紧，这四个螺丝给它锁紧。之后把刚刚拆下来的这个是感测开关的，这个叫什么？航空接头，中继接头。航空接头。啊、哦，航空接头，这边插上去，针插上，对起来就可以了。然后再把气管。啊、
哪个气管对哪个气管，你有标吗？我没标，因为它这都是一样的。啊、哦，这装哪个位置？这是吹气的，刚刚拆下来吹气的这个位置。废料吹气的。这条气管是没用的，这条气管是吹那种另一种小盖子的那种。啊，所以这根气管没用了。啊，就是它是接那种小气管的。啊，就吹刚刚那个中间那个新的那个嘛。对对。所以这个就没用了，那这根气管就放在这边不用。啊对。啊。对，这根气管现在大盖子这个就没用了，就放在这边。它到时候会通气吗？不会吧。它的气可以把它接流的。啊。啊，这边在前面那条空空的嘛，对，这个上下我一个有长有短的。嗯，现在这个模具就已经装好了。这个没用吗？啊，这个没用了。这个这台大盖子这个没用，因为不用吹嘛。哦，然后现在开始装铝箔。啊，我们收到机器的时候是三个部分，一个是主机部分，然后这里是收料部分，这个是放料部分。好，然后收到之后，然后我们这样子大概摆放是这样，收料部分记得是长那样子，放料部分它是有个盒子的，放卷的，然后之后我们把气接起来，气管通过来，在这边有个插口直接插上去就 OK。 好，然后我们接电，把收料机这个地方啊，航空插头那边有几芯的那个芯对好插上去，卷紧就好了。好，然后再把饭卷这边接起来，同样的也是一个航空插头。嗯，卷紧，然后插头，就你们插头直接插到你们接用的电源的排插上面就可以了。好之后，然后开机，打开机器的电源开关，然后开始启动。对，然后开始启动。哦，启动之后，然后界面出现。啊、哦，出现这个界面，出现这个界面，我们先是大盖子，就要选择二号。啊啊，对，大概现在已经是二号。啊、哦。就选择二号，然后开始启动，按启动按。